一回家这爷仨干嘛呢？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？我的天哪，这人都上哪去了？我天天看这屋呢，那没人啊，哪去了这屋啊？我看看这屋有吗？哎呦我天，还关着个门，大白天的，我的天哪，都在这屋了，你在这屋干嘛呢？这是啊，天哪，天呀，你三个人又拿出我的三只松鼠来吃了吧？天，你看看，我天啊，这一盒子都给我破开了。我天，这一盒子里边我看有什么呀？我天哪，盒子都破开了。有蚕豆，哇，还有一包蚕豆，这是什么？还有多味花生，哇，还有一包一包花生啊，它是不同的，是不是？还有这个豌豆，还有什么？还有一个核桃，的天呀，还有一个玉米豆，哇的天呀，这一箱子里边这么多好吃的呀！哇，你看这个箱子，到时候送礼都好，我还准备去姥姥家改天给姥姥送去了，还都让你们给我咔嚓上了，这个老鼠啊，你看这一个个的，我的天哪！你看你把我吃的，我的天哪，那吃的月饼都给我吃上了，我还没走亲戚呢，吃的都流油了。哎，你别吃了，你别吃了，我还改天我走亲戚呢，我还得。奶奶为什么有个空奖啊？什么空奖啊？肯定是你爸爸给我偷吃又给我放进去的，还空奖？那里边能有空的呀？你别吃了你，我改天我还走亲戚呢，我拿着它都给我吃光了，一个个的，气死我了，都没了这一盒子。哎呦天，那盒别给我碰了啊，这个我送礼可好了。